浙江行善团寒冬送暖活动日前伫电器工会发送物资了后，再次由台南市油擦工会接受团爱赞助红包、白米以及百货工厂的年菜，分别送到台南市一寨等30户的弱势家庭，总共完成18行政区，希望让一寨家庭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爱心。为了落实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希望工园的施政理念，台南市政府劳工局长期甲工会合作，帮助弱势家庭浙江行善团持续寒冬送暖的活动，接续12月1日电器工会发送物资了后，上午由劳工局长期结合着工会主动赞助爱心的物资，秉持着送暖共团爱的精神，持续进行关怀一灾。按家甲弱势家庭支持因做伙行落去，持续关怀，我们会发挥很多这样的一个需要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。啊，希望咱大家小劲做伙，为咱台南这社区共同做伙来拍拼。台南市油擦工会表示，今年持续接棒传爱赞助红包、白米以及市贩的拼好工厂的年菜。让弱势家庭一再劳工等等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。进前咱有来甲整理这个厝，阮油擦甲来甲擦擦的吼。啊，即摆要过年要到啊，啊，阮就提早来甲送一个物资，甲一个红包，互伊好过年。第一站团爱弱势家庭位置南区，案主独立车用3名的孙阿囝，高龄已经无多做工课，只有我靠社福。津贴甲民间团体的补助，案主非常感谢劳工局甲台南市油擦工会的帮助。哦，我了吼，或者遮迄长辈，遮大家吼，拢安尼来甲斗骹手，啊，遮吼，遮迄落迄落，咱遮落遮迄落来甲斗骹手的，我会感谢大家吼。王新之局长表示，秉持着送暖共团爱的精神，持续进行关怀一灾案家甲弱势家庭，支持因做伙行落去，予立新公益的脚步无来停落来，共同守护打造希望家园。记者陈嘉欣南区采访报道。